说你自己实验嘛啊，你把它下载的时候，那个手机哎好像没那么亮啊，可是呢会变成色那个手机的亮度色彩不真实的。关键是拿起你的手机怎么处理呢？把那个如果有下载把它拿掉。那、如果你要体验看看，可以下载来玩看看。但是我建议把它拿掉。拿掉之后怎么处理呢？在你的设定里面，设定之后不是那个游标，我马上用一次，我当场用一次给你们看。这是亮度啊，这是亮度哈，这是亮度几乎100%。只要把它调到10%，10%的那个部分，10%到20%左右，像这样子，阅读没问题，阅读没问题是舒服的，然后颜色是最自然的。那突然你要告诉我，没有啊，怎么会看不？怎么突然你跟我讲这个10%、15%，平常可是我经常看不到啊，看不到的时候就代表一件事情。环境不对，场合不对，阳光下，被窝里，暗室是故意使用。那这个我有写在我的博客里，搜寻心理验光师这一篇，在网络上跟我的雷射手术，我是全台湾雷射手术第一页，雷射手术近视第一页，可以看这两个，这是已经这篇这两篇已经超过450,000了，看过这两篇，这个是真，所以看了望镜片我都没有配。我赚这种钱，我赚不下去。谢谢，没意思。我觉得可以讲到这种频率跟这样讯息的一个就是医者，我都会很佩服。那当然可能很多的你们还在原本的就是商业上，然后在很像医疗辅具上被包装出来的一些蓝光还是 APP 里面，我们一定都会觉得这是好的。可是还是回到那很简单的辩证逻辑，越方便的东西它会越妨碍我们人体很多对颜色跟很多食物好多事情现象上的自然发展。我补充一个，我上礼拜我的讲座有一个我新竹的客人，是从我父亲就开始来，他是从小出生600克就出生，所以是连五脏六腑都还没发育完全的一个小孩。他的妈妈当时要面对到配一副高度眼镜1800度，到重度重听，只有一点点听力，那时候只能配完眼镜，定期要回诊手术眼睛，甚至是耳朵。那个妈妈之后啊，也出了一本书，因为她现在的孩子怎么样？她选择我就是没有手术，没有配高度的眼镜，也没有去配重度的那个一台，她自己在台上说的7-8万块的那个助听器，这很等级也是还不错的。他的孩子经过了很多中医跟自然医学的治疗，眼睛是我们这边帮他做的，他只能站在一公尺的概念大概就这么近，连最大的那一个都只能看到颜色，比不出前后左右。他是高重度的，就是2-3级的视网膜病变，刚刚有提到，只是他是先天的，因为还没发育完整。但是他做了整整5年，他当初还住在台南。爸爸是台积电的工程师，每天不论台风刮风下雨都来我们这边按摩眼睛，整整5年。你知道从1米看不到，他现在站在6米看1.0，这个是奇迹。所以那一天妈妈，我才看了他一眼，他刚好11点要从新竹来保养眼睛，我就说：“哎，婷婷妈妈，你要不要上来分享？”重度听力那一次是他那一天讲。上上礼拜讲我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越多的辅具啊，越会降低我们自身对于这个自然界的一个和谐，也就是我们人生的就没有这个抗体。用那个眼药水来说明好了，干眼症眼睛好痒，我要滴生理食盐水，我要滴人工泪液还是眼药水？越低会越怎么样？越干。越低越干。我的客人有从马偕医院来的，他说：“我说我们眼睛怎么那么亮？”
我说你是不是干眼症？我很客气的问，然后啊丢啊，我有干眼症，我滴眼药水好久了，滴五年，他眼睛是整个是亮的，因为都没有那个水分，没有泪液，是整个是通透的亮，但是他不时都要眨眼睛。我们去观察五月天的阿信也是，他眼睛是一直眨哦，唱歌的时候，我们就去观察很多眼睛会眨眼睛的。越低只会越干，因为人体就告诉自己，那我不用分泌泪水，所以我们要非常善用身边的任何一样的方便的东西，它都是可能跟我们的健康身心都有影响。然后我在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我相信在座的都是非常有智慧，而且在各方面觉察力也都是愿意不断提升的人，我们才会坐在这边一起学习。那我们自己的用眼习惯，我们在这一次的分享里面，我们可能也会再一次被重视到。但是如果你们身边有遇到那种小小孩，因为先天的原因的，你看到小男生就是戴蓝色的眼镜，小女生就是戴粉红色的眼镜，那一种小朋友来找我们，会非常快速就可以提升他的眼睛的问题，而且那个快速是两个层面。我刚刚说了，因为先天发育不完全，所以透过我们点穴可以让他赶快长，而且那样的小孩他自觉度是很高的，他因为从小就要戴眼镜，他知道戴眼镜很多的不方便。在这些小朋友，在我们做中医跟我现在团队在做的，会给他们很多福利，而且也会安定到他父母的心理匮乏。因为爸爸妈妈都是高度近视的，都是动辄800-1000，那个心理是很愧疚的小孩，所以你们只要遇到这种小小孩，什么国小以前啊，甚至是幼儿园，我 前几天也接到一个目前年龄最小的2.5岁，一测1800度，2岁半。可是我当下我看他这个个案，我就跟他说不用担心。你一定也测过2000，我还是测不到，还是测过1900。妈妈说：“对，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是这个地方的眼科专家。”所以我说，不管他是800还是2000啊，小小孩的视力是一直在跳跃。我们把握时间来加强他的按摩。这个小孩跟父母的心会大幅度的心安下，身心都会接平安下。嗯。不是说大人不用救，是大人 都知道眼睛不好的原因。刚才有请教那个医师哦，是，就是说我曾经有过那个视网膜。